啊，要撒点姜是不是？啊，哦，要撒一点稀一点的，让它能够粘上去，对吗？啊，撒点稀姜，让它能粘附上去，要把手洗干净。啊，这下就放这个了，就放纤维。这个纤维的量放多少？这个是固定的哈。就是一般我们都会给你们加厚了。啊，加厚。基本上是已经很厚的了。啊。就是为了让它韧性更足一点，是不是？对，让它力度更足。哦，这个平铺的加纤维还算好，像这种我要看一看，这个呵呵这个比较难。这个。啊？这个一样的。哦，一样。